第37题，小明站立于等速度上升的电梯中，下列哪一组为平衡力？两力要互相平衡，要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作用在一条直线上，同时受力物体必须是同一个。选项 A， 小明所受的重力，它的受力物体是小明，大小就是小明的重量，绳索的支撑力是向上，那么它拉的是小明跟电梯，所以的力量的大小是小明跟电梯的重量，以及呢它的受力物体是电梯，所以这两个力量的受力物体不一样，大小也不一样，它们不会是互相平衡的两力，所以选项 A 是错的。选项 B， 电梯所受的重力，这个是地球对电梯的作用力，后面电梯对地球的吸引力是电梯吸引地球的力量，一个是 A 对 B， 一个是 B 对 A， 这叫做互为作用力及反作用力，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不是互相平衡的力，选项 B 是错的。选项 C， 小明对电梯的作用力就是小明给电梯，后面电梯对小明的支撑力是电梯给小明，这也是一样 A 对 B， B 对 A，互为作用力及反作用力，不是互相平衡的力量，所以选项 C 也是错的。选项 C， 小明所受的重力，这个是地球拉小明的力量，方向向下，大小是小明的重量，后面电梯对小明的支撑力方向向上，它所支撑的就是小明的重量，所以受力物体是小明，大小它是小明的重量，所以这两个力量就是大小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作用在一条直线上，同时受力物体都同一个，在这个选项里面就是小明，所以选项 C 是对的。所以37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组为平衡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小明所受重力，电梯对小明的支撑力。